你把手放下，你把心啊，你把这个经理都你把看好不？你不喜欢，小姐就会喜欢。<笑>拜托，你以为他真的喜欢你？要不是你是老板娘的女儿，他才懒得理你。你知道迟到。阿拉，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 你这几个月业绩很差，上面已经在盯了。卖假啊，来这套，要盯就盯，从上面来压我。社会我走跳真久了，你叫我走仔仔。喂 ，Kelly， 今天同学会去不去啊？会啊，不是说好了吗？对啊。怎么啦？我问你哦，你觉得小沈跟我交往？ 是因为我是老板的女儿吗？这应该去问小沈吧。人家说草包紧生姜哦，不久胖达就要当爸爸了，到时候加上他的经验，业绩一定不得了。所以我一点不敢小看他。如果他气势一起来的话，搞不好业绩是现在三四倍以上。所以我相信，我饲袂起一只米虫。 做代志还较果断，做经理也有一个经验。